第九章。论到供给圣徒的事，我不必写信给你们，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，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，说雅盖亚人预备好了，已经有一年了，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。但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，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，免得我们在这世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。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同去，见你们没有预备，就叫我们所确信的反成了羞愧，你们羞愧更不用说了。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，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，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，不是出于勉强。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这话是真的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，不要作难，不要勉强，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善事。如经上所记，他施舍钱财，周济贫穷，他的仁义存到永远。那赐种给撒种的，赐粮给人吃的，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，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，叫你们凡事富足，可以多多施舍，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。因为办这供给的事，不但补圣徒的缺乏，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。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，知道你们承认基督，顺服他的福音，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，便将荣耀归于神。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，就切切地想念你们，为你们祈祷。感谢神，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。